继续想象，可能查一下，合体习惯应该是有了啦。好，我应该查不到这么多。那隆起的边宽也顺便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沙大一点，好像火凤球球的离子屏障啊，等等等等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实战啦。那实战之前，好啦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好烦哦，最近都排好久，所以我都直接切了哦。但至少要等个十几秒呢。虽然树影不是重点啦，但是还是要靠这个对战来获得一些 XP。就是增加你的实力一样的。这个交换就是可以随时换的意思。哦，我们应该是会赢的。哼，那这一队也不用换了。可能会被反败啊！好了，赢了啦！那我们今天的手游就跟你们演示到这里了。